大家好啊，我们是 Manbatech 曼巴涡轮，我们啊位于台中的乌日区啊，我们专营啊客制化精品涡轮。在厂区里面啊，每一颗涡轮呢啊，都是由美丽的姐妹们精心帮我们设计的。那为什么会是姐妹们？因为她真的比我们细心太多了。那在这边啊，我们采用的是超级跑车的一个制作概念啊，我们讲求是一个工位、一位技师、一项成品。那可以务求啊，不会有这种所谓的因为换手啊造成的分心啊，或者是制作上面的一个失误的问题。厂区内部啊，全年维持25度的一个室内恒温。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啊？实际上是因为毕竟是机械的一个物件，我们很担心啊，会因为金属特性啊热胀冷缩的关系而造成啊可能平面的一个缺损，或者是啊上机扭力的时候的一个差异，所以啊我们会特别要求要保持这样子的一个室内恒温概念，并且啊太热或者是太累，我们可能每一位辛苦的技师在制作的时候都会造成一些所谓的疲劳上面的问题，所以呢内部都是采用我们的神力装置。甚至啊，连我们的零件仓储也都是采用这种省力的一个结构。那目的啊，就是为了希望我们的姐妹们在操作的时候可以更加的省力。那这边啊，是我们的零件仓储中心。好，会发现啊，大到这个涡轮的轮壳啊，小啊到这个一个小小的螺丝，好，或者是这个套筒都会有。那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希望啊，5天的时间，当你第一天下单了之后，当天我们就要把涡轮制作完成。接下来的几天啊，会借由 DHL 国际运送的方式呢，为你的这个成品啊运送到世界的各个角落。那当然啊，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人询问，那毕竟是用货运的，会不会在货运过程当中造成这个我的零件的一个受损啊？不用担心，走，跟我们看下去。每一颗涡轮啊，要寄送之前啊，我们都会用发泡剂的方式啊，去包裹好每一颗涡轮，务求啊，在运送的过程当中呢，不会因为啊挤压或者是碰撞，造成我们心爱的涡轮有任何的一个毁损问题。接下来啊，令人兴奋的时刻到了，我们呢，在最后的包装打包完之后呢，我们就会交由啊 DHL 来帮我们去做全球性的一个寄送，那我们接下来要等的就是收货而已喽。以上啊，就是我们新的合作伙伴，专营客制化精品涡轮的 Manbatech。所以啊，以后如果各位有关于涡轮的相关知识或者是想法，也欢迎赶快留言给我，那我会赶快寻找最正确的一个答案跟各位分享。OK，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个地方，我们下次见喽，拜拜啦。